世间干旱的需要，有雾来铺着大地，人间啊，贪嗔痴，内心的烦恼啊，亲像干旱的土地啊，又干又热，这个心啊，真正最需要就是爱有法水来滋润。世间那法入心啊，那么人人呢，心开意解，都会当真欢喜，都亲像佛陀成佛了后啊，阿姨啦，摩诃婆舍菩提欢喜啊，就一直呢，唔忙于成道回国的时阵，所以伊亲手织布啊，但到佛陀回来啦，他就甲这块布呢，要送乎佛陀，佛陀呢就向摩诃婆舍菩提阿姨啦，就讲啊，亲因虽然真大，但是呢，这个亲啊的因，哪会当普遍呢？是众生同等的爱，安尼呢，功德会真大，尤其是净土呐，人人平等啊，去当尊。佛陀鼓励摩诃婆舍菩提开破伊的心胸，敬重净土，向任何一个出家众都要有恭敬心，希望伊甲这块布看看多一位啦，会当接受啊。但是每一位呢，都客气，哎呀，唔敢接受啦。美玲呢是上少年哦，而且呢，迄当阵出家嘛，唔是真久啊，所以呢，伊就感觉大家人拢无收，哎呀，就我来收吧，就安尼收来咯。佛陀啊，就赞叹。对啊，弥勒修这块布为衣，那来世呢，也把这个衣啊传到来世去了。弥勒披上了这件衫，立身吐化。大家人看到这么庄严的人，大家人拢为哇啦！确实呢，无人把这个石放伫伊的瓦底里。有一位啊，串珠的师傅，拄好对迄个所在，安尼过啦，看到这位呢。庄严的出家人，确实呢，我是空的。伊就问啊，这位修行者，你阿未食饭吧？也未啦，是毋是呢？你带我回来去阮厝来供养你，就对伊回去哦。供养那弥勒，听弥勒说话啦。这位成就的师父，都听得真欢喜呀。
这个时阵有一位中者呢，就派人去甲这个村主的师傅要起烛火啦。以前都已经送来一盒烛啊，希望讲吼，会当甲伊串成了迄个烛火，要互查某囝做嫁妆啦。讲好的计数10,000,000，师傅就是一直听话，听甲呢真欢喜。可是呢，烛火也未成啊，就甲这位来起烛的人讲：我若成好呢，你才来提。再过来的是这个村主的人，还是继续陶醉在这个佛法啊，耽误了村主的时间。经过了三天的时间，这位中者真受气吼，甲妻子的佣人。烛火甲当也未成好啊，我无法度等啦，你甲烛摕转来。村主的师傅呢，失去了这个村主的工钱，伊的太太呢，真受气啊，讲家庭靠你村烛火伫咧生活。这个10,000,000呢，白白消失去啦，家己嘛是心起着迄份懊悔的烦恼啦。每日看到这位村主的师傅，伊就讲：你是不是心真烦？是不是你会当对我？到清下来呢，好啊，就对着弥勒啊，到清下修行的中路，向这位村主的师父讲，其实啊，会当供养一位。心真清净的修行者，这个功德的价值，不是世间的物资、钱的数量可以披露啦。村主会的师父，好看到清下这多人。这么有修行的尊者呢，为一个人来讲话啊！彼当阵，伊再恢复了心开意解啊，非常快乐啊！在那当阵，修行心开意解呢，就是表示法入心啦，伊有正悟，这呢就是伊的欢喜心，去除了一种一时的烦恼心啦，佛法可以得到呢，迄个法水充满啦。那么，洗涤了伊心灵的懊恼，伊讲过去啊，虽然每一回串珠起来得到的钱，虽然欢喜啦，
不过呢，过了啦，就心过有烦恼。迄、那个得到世间财物呢，会欢喜，只是短暂。伊得了佛法，迄份欢喜呢，是完全啦，入心，真正法从心生啊。看到世间一切事物呢，那都没有惹起了伊的烦恼，所以佛法嘛是伫这个所在传开哦。所以讲，这都是因缘呐。佛陀带着僧团游化人间，普遍的化缘呐，嘛是会当将佛法呢。不送在人间哦，这种普比人间，这都是佛陀化缘人间应世哈，这都亲像迄个魂跟物啦，要安怎普论大地，这就是爱真用心。